姐姐14岁，弟弟不到18个月，他们姐弟俩相差12岁。姐姐特别能逗弟弟，姐姐就是吃一些弟弟不能吃的食物的时候呢，然后姐姐就会想办法弄一些看起来很像的替代物来骗弟弟。小乘凉呢是一个特别爱吃名副其实的一个小吃货，只要看见吃的绝不放过，所以说这就是他体重迟迟不降的原因。姐姐经常偷偷为弟弟吃好吃的，爱吃面条的时候呢也喜欢去逗弟弟，让弟弟去抢。弟弟呢是姐姐要求我生下的，一是说为了给他要个伴儿，二是说怕他以后上大学的时候呢怕我孤单。姐姐是非常懂事的。无论我走多远，我都不会忘记初心，认认真真记录好姐弟俩每一天的成长和进步。也希望姐弟俩快乐健康长大的同时呢，也带给我所有粉丝家人们开心和快乐。